咁長嘅。咁首先交時間俾阿謝 Sir 先，唔該。放唔可以？冇片係咪 ？OK。各位好，未來機場係一個人流密集嘅地方。雖然過去機場嘅集會咧都係比較和平，但係過去一個星期咧示威嘅暴力行為咧已經越趨激烈。我必須在這裡作出呼籲，如果示威者要在香港機場進行任何集會，希望大家在和平、守法、切勿作出任何滋擾的行為，影響其他在機場的市民和旅客。They should not commit any disorderly acts that will affect both citizens and visitors. And public order events in different districts, notably on Friday and Saturday, there will be... 我必須指出啦，就算最後那個電話是還回給個事主，但是呢事主呢其實已經飽受驚恐了，而相關搶了人電話去刪除資料的人士呢是有機會干犯刑事毀壞、盜竊、不誠實取用電腦，甚至乎是非法禁錮罪等等的。